然后直接上。啊啊，不管是男款是女款啊，好的啊，不管是男款是女款啊，只要他们那些没有付款的，你就把它踢掉，让那些其他可以付款的，让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人，让其他人来抢。你裤子呢？还有两单了，王总。啊，好的，还有两单，只有最后两单，还有两单，还有两单，只有最后两单，抢完了就没有了啊。对。他们说王菲穿起来显年轻，行不行？你先看一下，非常帅，对不对，家人啊？你看飞总，来个走秀啊，王哥，来吧，来转个身，走一个，你先还是我先？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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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帅，对不对，家人们？帅不帅？帅呀，帅，帅的打个帅。走过去看一下。后面也好，对，你看整个因为它的一个剪裁是非常立体的，知道吧，然后是一个拼接设计。来，画面走一下啊，你来走一下，走啊，嗯啊，行啊，来给家人们看一下，来阿美走一下，今天抢到了的以后就是跟阿美我们两个头穿同款的衣服了哦。家人们怎么走都好舒服啊，穿着跑步也可以穿着，对，跑步穿是非常合适的。有时候你在户外的话，对吧？有时候冷不丁的啊，起个风或者刮个风啊，下个雨的，对不对？这个、也可以保护好自己啊。是在我们那边穿，啊、我感觉。对。好，衣服就是个裤子呢。裤子是吧？啊、裤子也搞一搞、啊。行，来，公司里面最牛逼的那一款，行，最好的那款。你刚刚挑中的那款裤子，拿过来，让助理准备好了。啊，裤子我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我给大家也挑了一款，就是王总公司里面最好的，他们公司里面裤子有几百款啊，然后在这几百款里面当中，我挑了一款最好啊，不是，我挑了一款比较好的啊，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款啊，来，这样啊，这个裤子。给家人们看一下，这个是女款的，然后这个是男款的，各有四个颜色啊，有四个颜色。这一款是啊，男款啊，对。然后它的这个裤子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什么就是来家人们啊，其他的裤子不一样的。来家人们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承托性有多大。来，这是一个正常的裤腿，对不对？啊、然后我看到了吗？来，看到了吗？承托性。哇，看到了没有？而且这个的话，它是一个自带冰感的一个面料，冰丝的，知道吗？夏天穿的时候特别舒服，对，非常透气啊！而且的话，它的一个触感是非常冰凉的，就是说，基本上你穿在身上能够直降你的体温3到5度啊，恒温调节的。而且的话，它这个也是一个耐刮耐麻的，也是耐刮的一个啊，对，三防的一个面料。来，要不给你们看一下啊？你这样，你把它怎么扭、怎么扯、怎么拉都不带起一点点问题的，看到没有？然后你把它拉一下，那个飞总，我给家人们看一下啊，听到声音没有？听到声音没有？是不是一点毛都没有啊？一点都不会起球什么的，对不对？来，听到声音吗？所以说这个啊，能跟那个配成一套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就刚刚那个。能够具备的，开了啊，这个衣服的，对，我建议所有人啊，对，你可以再配一个裤子啊，对，配成一套啊。它这个裤子啊，穿起来真的特别舒服。对它，而且的话，它是一个直筒的，就是说，基本上你任何鞋都可以去配啊，任何鞋都可以去配的，它的一个容纳性是非常好的，啊、而且颜色的、这个。这个衣服的话，它是对、这个、松紧带，多少钱？它这个裤子？这个成本是多少，小张？直接说成本价吗？咱们卖价是多少？卖价是980。980，成本呢？最近呢？最近的成就是和我的成本价是620。620是吧？620。因为这个的话是当时我们整装从德国进口回来的。他说那个成本要620，咱们直接家人们，你们说多少钱？摸着冰冰。股票打出来，来。他这个衣服确实真的夏天的时候穿的话特别好的一个，好舒服哦。嗯，确实舒服。哎，这样620，刚才880是我们168拿下的，620咱们就128。啊，我知道，
我不跟你要太多的，我知道你这样子亏太多。我看一下啊，家我不跟你要太多的，还是像刚才一样，三千多人啊，拿款啊，我知道我不可能三千多人每个人都能拿得到，这样子那你过场都亏多少啊？对，浪费承受不了。你就这样子，拿款一样只给二十件，女款一样只给二十件。128、行，让我们以普通人啊普通的价格穿上一件，什么材质的？高品质的就行了，好吧？你材质你就不用提了，到手之后你就知道了，这样子啊。然后小张你准备一下链接，跟刚刚那个衣服一样，好吧？然后各20单，然后价格呢就按那个飞总说，那个啊，好吧？咱们直播间所有人啊，如果让所有人都一人一件的话啊，那不可能啊，也不现实啊，因为刚才我们把准备好了吗？王子带了那么多货啊，行，来3、2、1，好，上车，上了，王总，好的，来上车了，家人们啊，如果说你们看到的是128的话，不要犹豫，他这个只有一个链接吗？就是在里面选颜色吗？那个女款男款没上吗？哦，啊，他这个字只有一个链接啊，上了一个链接，因为啊，然后行，颜色你们就在里面选颜色啊，颜色在里面选。哇，家人们这个，来家人们啊，你们自己选颜色啊，它里面是有8个颜色，然后男女同款，然后尺码自己选好就行。来，直播所有家人们啊，你们看到有个黄色的小黄车，看到没有？对，点开这个小黄车，点去抢购，然后黑色灰色这两个颜色的话都适合男孩子穿啊，然后浅灰色蓝雾蓝色，其他六个颜色的话适合女孩子穿啊。你们自己在里面选颜色啊，那前面两个颜色是前面三个颜色都适合男孩子穿，后面的5个颜色适合女孩子穿啊，你们自己点啊，自己选啊。对，然后选择好尺码，好吧？没拍了，卡码的话，赶紧拍。对，卡码的话拍到一码就 OK 了，好吧？还有35个了，王总。好的。然后你是多少斤挺住的啊？你就拍这个尺码都有啊，下面尺码都有。对。选好了之后再付款。还剩30个了，王总。还有30个名额，只有30个名额了啊！下面小黄车抢完了，咱们就没有了啊。对，然后抢完了，我们这边今天咱们的这个专场直播也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咱们直播间所有各个级帅们啊，这后面的这两款衣服和裤子的话是王总我跟王总升级的给大家一个一点心意。对，刚才因为我今天过来帮王总带这个专场，然后后面这衣服和裤子的话是王菲帮大家跟王总升起的一点心意，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好不好？下方小黄车很多人都是抢不到，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抢，如果还能付款说明你们抢到了，如果付款不了说明已经没有了，被别人抢完了来，下方小黄车自己点进去看一下能付款的点开那个链接购买，能付款的说明你抢到了，付不了款的说明已经没有了，被别人抢完了还有23个名额，来家们拼手速拼网速，好吧，找一个网络好一点的地方，可能你们刚刚拍不了的话可能是因为网络卡了，好吗？然后你现在还有20个了，王总，来最后20个名额了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只有20个名额了，对，来要抓紧手速，没拍的家人们还有18个名额了，王总，好的，还有18个名额。来家人们啊，这个心意的话说实话也算是我替飞总来给家人们去给到你们，因为说实话他虽然说自己目前面对了这么大的一个困境，他首先的话还是想得到是直播间的这些家人们要为你们去，对吧，想到的是你们，所以说我真的挺感动的因为我说实话我也一直在直播间作为那个飞总的粉丝，今天能见到他本人我真的非常开心，所以说今天这个心意还有10个王总还有10个名额，来我希望大家最后10个名额来，还有10个名额，10个名额，最后9个名额，最后9个名额，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这9个名额抢到了咱们也就下播了然后今天不管怎么样还是特别感谢直播间现在留下来的3000多个家人们还有6个名额，好的，还有6个名额，只有最后6个名额了你们自己点进去看一下
能付款的，说明你们抢到了；付不了款的，说明已经没有了，被别人抢完了啊！现在不抢，还剩下最后六个名额啊！点开小黄车，点开去抢购，然后男的你们就选前面的三款，女的你们就选后面的五款啊！颜色黑色、灰色啊、浅色，什么颜色都有啊！然后那个大小尺码下面都标的有。然后你们选好了之后立即购买，付款成功了说明你们就抢到了，付款不成功的说明已经没有了，被别人抢完了啊，自己点进去看一下。还有四个名额了，来，还有四个名额，家人，最后四个名额，来抓紧手速啊！这份心意的话我希望你们都能收得到，因为这是王总的一片心意啊，飞总的，说实话他真的是，他做每一件事情啊，首先都是为直播间的这些家人们啊，去他们去着想，不管他今天过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他公司的那个事情，但是首先他过来帮忙去帮你们去看那些，还有两个名额了，王总，都是最后两个名额了，还有两个名额啊，没事，这个咱们也不用讲太多了啊，相信王菲的去拍，不相信的不用拍，反正也只有最后两个名额啊，那些想拍啊，还在怀疑的也不用拍了呀，你们也不你们不相信王菲的也不用拍了，因为啊。你想拍也没有了，只有最后一个名额了。这样子啊，我看了一下，还是有几个人还是抢到了，但是没有付款。你把那几个人踢了，让他们抢。行。有四个没付款的，全部踢掉是吗？对，你全部没有付款的，咱们不用，咱们也不等他们了，咱们就全部踢掉了。王总上已经最后四个名额啊，他们没有付款的，咱们也不等了，好不好？就机会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让给别人，让别人去抢。家人们，没付款的快付款吧，不然一会儿没机会。没事，咱们愿意买就买，愿意抢就抢，不愿意买的还有三个名额不勉强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我帮大家要的一份心意。最后最后三个名额抢完了就没有了行，这最后三个名额大家慢慢抢。还有最后一个名额了，最后一个抢完了我就下了，下完了，下了之后我再跟大家好好说跟大家说句话，然后我今天就今天这场专场就圆满结束，感谢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对王菲和阿梅的一路上支持，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陪伴家人们啊，今天你们拍到的所有东西啊，你们放心，明天中午两点钟之前我一定安排助理去跟你们，我也要亲自看的因为是我直播间所有家人们相信我然后才会去拍的，然后我也要给你们做个保障明天我亲自在他们这个发货的地方公司里面亲自看着每一单都要发出去了，然后在你们没有收到货之前，我都会盯着他们每你们的每一单产品，我要保证每一单你们拍到的都要亲自收到你们手里面，好不好？好，家人们。来那今天晚上这场没有了，王总好，没了没了行，没了就下了。那今天晚上这场专场就到此结束，感谢今天晚上现在还留下来的3325个家人们谢谢你们。然后阿美我们两个今天过来了也还没吃饭，然后我们这边我就先下播了然后也跟王总商量一下怎么处理我公司的事情，然后对明天晚上八点半我准时开直播这几天我都因为大家都关心我，都在担心我，我也所以我就这段时间这几天我就每天晚上八点半准时开直播，然后明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处理我公司的事情。现在我们就下播跟王总商量一下。咱们直播间所有各级叔叔阿姨们现在马上也11点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咱们明天晚上八点半不见不散。我们等你，明天晚上八点半在直播间等你们。明天见，家人们。明天见，家人们。辛苦了。